趣的故事。有没有觉得同学力量真的很伟大？他们自己发现问题，解决问题，然后呢，在这里跟大家分享。相信呢，他们自己还有大家呢，听完这个故事都会觉得哇，好棒哦！小朋友的力量真的好大哦，然后进而影响到更多人。但是呢，你们现在更厉害是你们呢，已经拿到线索卡了。请问线索卡上出现哪八个字？有没有？有没有哪八个字？你们有没有找到？这八个。八组十六个字，哪十六个字？保持我们的精神，然后养好我们的体力，继续迎接下半场，好吗？